我来到了，好吃的，我的包场配。对，哎，进得到阿霞饭店以后，因为阿霞饭店主要的推出的餐点就是台南当地的特色美食，你就不用再去跑很多小吃的地方。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坐下来吃饭，没有啦，第一集也有啊，最一开始。可是那个时候很尴尬，那时候还被姐姐欺骗的感觉，对。其实我不是我爸亲生的，不是我爸亲生的。你是认真？我是认真。姐姐，我们在录节目而已。你认真？姐姐，姐姐，你认真？好，上菜。好，我们上菜，这上菜真的是时候。哎，你 Q 来了。我知道多利多汁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个地瓜叶。菜够。石木鱼饼。炸的吗？是整只的石木鱼下去炸的。那这边搭配的是西瓜莓做的糖糖酱，因为西瓜莓本身跟石木鱼是蛮搭配的。这就是台式的多利多汁，石木鱼加丝瓜米，西瓜米先加咯。西瓜米好，我喜欢吃西瓜米，很像鱼酥，对，鱼酥，就是鱼酥的感觉。上菜咯，好特别。叶叶又来了，这个香菜进入很大，很大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招牌拼盘，对，那其中这两个虾枣跟鲟丸，它比较特别，它是南部这边才会有。虾枣的话，里面会有火烧虾跟绞肉。哦。鲟丸的话，里面会有鸭蛋、鸡蛋，然后蟹肉、虾肉。咸的人如果吃不起螃蟹，就会吃这个代替。哦。我们就加是螃蟹蛋饺。如果有吃辣的话，可以把黄金肉加点进来里面。那这边四道。粉肠、猪肝卷、虾枣、鲟丸都可以在这里。谢谢，我们就吃吃喝喝这样子。对，吃吃喝喝，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是不是有什么任务？节目录了这么久，对，就是没有那么可能。是怎么一回事？是鸿门宴吗？既然可以就是在星之沙龙吃这么好，平常都是没什么时间吃饭。那个螃蟹一定要吃，我超级爱吃这种米糕油饭类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米糕，如果你路经台南，一定要吃那个米糕，真的太香了，把那个整个螃蟹的香锁进去。对，我爱吃这个油饭，这油饭好吃，好香哦，好香哦。我们会去渔港吗？有这种地方，然后我很好吃哎。这是他们的招牌，应该。那米糕超好吃，超好吃的，对，这有点夸张，好吃。上汤哦。吃什么汤？干贝之父。哦。吃它的干贝，酒味超重。赶快拿两颗给姐姐吃一下。它的干贝酒味很重。够了够了，我还想听你说话。好了，因为也没在降低。哎，是这只虾在晃还是我在晃？我怎么用力都可以抓对。对。你吃两颗就会去睡。是这个虾在晃呢。这个是什么？用它来感觉是山药吗？感觉是 QQ 的荤桂之类的，吃吃看。杏仁。哦，杏仁。杏仁哦。哦，这个太赞。还有龙眼。哦，是 Q 的哎。哦，好好吃哦。Q 的杏仁浓。欢迎光临，请问今天要喝茶还是咖啡呢？还是要来一点。哎，想看更多吗？还不赶快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。节目中看不到的花絮都在这里哦。